这个是 M3 的，这个螺柱，这个是定制的啊，多凸点的，就是为了防止它焊的时候板材会凸点了。这是一块玫瑰金拆板，好，来在上面打个，好，看这就中上去了，这个面也是不发黑的啊，看看这个面也是没有痕迹的。这个是在这个铜板上面会有点不平，所以有磨的，把这个漆磨掉了。来砍一下厚度，0.6463，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焊接面，强度也是非常高的啊。